师父。 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！哎，这老爷子是谁呀？他的都不认识，你是谁呀？ 师傅懂，闲了和师傅用嘴下。师傅，说给我，什么是蓝色的大海？空白是白的吗？师傅，这谁家的？
石头。 师傅，星星们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天上的瀑布。那一颗星星呢？一颗星，那是块不落地的石头。 丫头。 吃上头一碗，才算是好汉呢。谢谢好汉。二位是过客，我不怪你。不过你远近打问打，谁收过他的账？这面条就是我听琴的钱。 挂不成，挂不成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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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家呀，王子官呐、啊。兰秀，伸出手来。水个灵灵的眼睛，像个喷喷的手。我和那个三妹妹，你口对你个口，摆个生生的大腿，尖个溜溜的奶海，我一头就撞进了三妹妹你的怀。自有皇上，这就是老宋家的沙地，这就是皇上的官道，咱百姓也得过。话说回来，这咸阳岭下没有我们李家，哪有你们宋家？我是你李家祖宗。住口！神社来了，神社来了，神社来了。
兰秀，事后有英雄，名叫夸父，追日头，追日头500年，客死海边。石头500年不了青天。有你那么吹火的吗？那咋吹啊？你就当那火啊是那妮子的脸咋吹的呀？师傅，您吹过妮子们的脸呀？师父，996。师父。啊！
鞋。石头，小兔崽子，谁让你们动我的琴嘞？眼睛和我们的不一样。
师傅你打吧。哦，你还逗我，你跟我这些年你这几层挨过打？我是操心你的琴嘞，没个手艺我死了莫非你去讨吃不成？我听过那号事儿，那号事儿靠不住。啥事儿啊？贫嘴。你还小嘞，过去不情愿说那些个寒心话，女人家靠不住。后来老了也就不想了。不想了？真的？贫嘴。石头，咱有琴嘞，琴不比女人好啊。琴弦子断了就是断了，它不哄你啊。你师爷说了，咱的命就在这琴弦子上嘞。师父，你哄自己嘞，琴不是女人嘞。你的褂子。话说有一天，玉皇大帝的两个儿子在天河里洗澡，不留神从云缝里漏下去了，他就派天兵天将下凡去封了他儿子的眼，还说下界那么脏的地方可不敢让他们看见。八根儿，就剩两根了。哦哦，手。
手。小心扎手。你怕血？我不怕，我师父他啥都不怕，就怕闻血腥味儿。你也要弹断一千根青弦子？我不一样。你不一样？啊，弹断多少就是多少。你说死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瞎子啥都看不见了？那我死过了？不对，死就是换个地方活着，换个好地方活着。我奶奶死的时候就笑了。什么是蓝色的大海？
送哥哥送出十里亭，韭菜心儿长得绿茵茵呀，韭菜心儿割了还出来，哥哥走了再没回来呀。胸口憋闷，头晕，就是跟头年一样，快一年多没犯了。这回不同，身子里都紧巴巴的，像是有啥要炸开，觉得要出什么事儿。能出啥事儿啊？也说不清。哎呀，石头，你说这弦子我能弹完？咋说这话？就剩两根了。不在多少，有时候一年也弹不断几根，有时候一天就能断两根。这你知道，像今日在山里憋着一整日，就是弹不断了。断不断它不在人类，那在谁呀？师傅，您这病是急出来的。我是个漏瓢不得的水，再不快点儿就漏光了。师傅，60年的功夫，就为了看一眼，值吗？啥都没了，没了的就再也找不回来了，剩下的就是那张药方了。值吗？值，值吗？准定要看见的那个世界，就是想看的那个，是又怎么着？不是又怎么着？怕不是。那也想看，能看见山啊河呀，能让太阳照花了眼，打个响喷嚏，能看见魂灵似的跟你说了一辈子话的人们，吃个大枣脆脆的，能带着颜色吃，像从头活一遍一样，值。还有什么呢？就这些了，没别的了。盼的可比这多多了。我们警察上班去，你家哪里有人？上来就打，不打你就拿下来。
不了了，经不起这个。是要出人命的。那就更不行。他闻不得血腥味儿，不好要犯病的。我没见过，吓人嘞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也跪下了，跪下了。石头，咋回事？师傅，没事儿，你回去躺下。你哄我。神神，要打架了，村上人都去了，要狠打嘞。婶婶，笑个人不爱，
个人不像个人不是个人。人大个人愁坏人愁死人伤心人哭了人怒了人怒了人怒了。再大个人you
石头，我真的要弹完了吗？石头，我真的要弹完了。石头，我要弹完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要弹完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啊！说，你跟那妮子干啥来着？说呀，说呀！过去我跟你说啥来着？你说话呀！石头，你说话呀，说真话。你眼馋嘞？你说是什么？我说你眼馋嘞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石头，是你吗？石头，石头，师傅错了，师傅错了，石头，谁？你？994，995。
996，997，998，999。Yeah.
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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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了，断了！谁是给弹断的？这是说断就断了，这。这个人也不差什么嘛。石头，那兰秀是个好娃，我那面镜子就送给她，那是我娘临去的时候留给我的念物，好生爱惜着吧。吃食也有，柴草也有，遇上难处求乡亲们照应着，等我回来，我能看见了，也不嫌你。回来的时候，给你买个大风筝，让兰秀跟你放上了天。这天下，谁是你爹？就是我呀。爹也不该打呀。那弦子是太阳晒断的，那你咋不早跟婶婶说？晒断的和弹断的一样。风流岭那秀
咱老孙家的姑娘能跟个瞎子过一辈子？啥？信，我写的。
在哪儿啊？药铺。哦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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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药吃了变怎么样呢？那我就看见了。这是仙人传下来的药方，你仔细些。那您看看，
你的事我不问，只是今日的你不似那往日唱歌的神圣。这碗酒我陪你，你听好。打哪儿来呀？记不得了。你来这黄河岸上多少年了？也数不清了。我打这岸边上过多少回了。流水一般多，一只鸭声不下呀。留下那一个娃娃，一个那个娃娃呀，变成那个一只青蛙，青蛙跳进水娃娃。去找那个大蛤蟆，那也不愿守着家呀，那也不愿守着家呀，那也不愿守着家呀。那也不愿守着家呀。我捏了你女人的手，你咋不劈了我，顺手扔到黄河里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说哪儿的话，你不就是神神吗？我不是神圣，我是个瞎子。甭管是谁，人人来这世上都得演一出，有演的好的，有演的不好的。你是谁？他是老板呀。那我呢？不看到完，怎么知道这戏是好的呢？直到今日怎样？你是这世上幸福的人。Ha ha ha!
风筝我买来了。师父，咱们干嘛是瞎子？干嘛咱们是瞎子？收好。师父，我想睁开眼看看，哪怕就看一回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真的，真的。那你就弹你的琴弦子吧，一根一根的尽力弹吧。有一天，玉皇大帝的两个儿子在天河里洗澡，一不留神从云缝里掉下去了，他就派天兵天将下凡去封了他儿子们的眼。那天兵天将也不知道谁是天上的娃娃，就把世上人的眼睛全封了。有一天，我女人们走过来问。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是个瞎子，我说有什么也看不着。哦，有
Thank you.